还有去取一下我的那个太白罐，这都修了快一年了，我的天哪！就为了取它，总算把它弄好了。哎呀，这能修了有真的快一年，大半年是肯定有了。好 ，OK 啊，就把这件东西取回来了。这是一个我在去年就买的，让那个楼上小姐姐给我修的一个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歌釉的太白罐，这也算修的时间是真长，因为一直碰上疫情嘛，单单个个的修到现在。哎，小姐姐这活做的挺漂亮，我说你给我设计一下，不要整的那种光是金线，她说那我给你设计成这种梅花吧，挺好看的，点缀了几个梅花，还不错，挺好看的东西，非常的棒啊，很不赖，是一个歌釉的，三代的歌釉就是这种样子啊。当然就也有那种白颜色开片的，可是那种白颜色的开片一般来说上限，我认为啊，就应该就是有那种特殊器型的，我一般认为都在乾隆带着的。反倒这种你看有点发这种绿啊，一般这种颜色的下限都不会低到乾隆以下去，往下走有这种颜色，它那个釉子都不如这种肥厚。我们可以看，我们把镜头转过来跟大家具体聊一下这个歌釉啊。好，我们把镜头转过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东西啊，挺大的，32公分高，你看，这东西叫，这是标准的太白罐吧，就是这种样子。这东西是一个这个太白罐，也可以叫它太白尊，它的这个等级非常高。如果这个东西全没品啊，我估计现在的行情来说，10万块以内是拿不下的，因为我记得楼上的一个。我们的同行当时说他在去年啊买过一个14万这个价格买的全品。一般这种歌釉口沿都会有那种过墙线，就是像这种，你看就这个线啪翻过去了，其实这是正常的，可是呢怎么讲，很多人会把它当冲，但是在玩歌釉来说这很正常，但是依旧它算一个瑕疵。这个是好在什么呢，虽然它残了，可是它口沿没有过墙线。如果这是一个全美品的话，哎呀，十几万那是有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胎，你看，雍乾时期的这种修做的会非常的这种利索，给你感觉修得很好啊。你看它多多少少还是有那种泥鳅背的感觉的，修得比较规矩。往晚的走这种歌釉的这个修图就会比较，你看，降一刀，降一刀，横着一刀，就会看着稍微的糙一些。但是你看。雍乾时期就会比较讲究，而且这个它不是那个抹的那个巧克力釉，有些这种三代的这种东西它会抹一种酱色的釉啊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磨损掉了。再一个我们看它这个胎非常的紧糯，这也是三代时期的胎的特征。歌釉这种东西啊，怎么讲，它也算单色里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单色釉，它的这种开片给你感觉有一种破碎的美啊，很好看。然后它的釉子我们可以看，一般来说到三代的时候它这个釉子会有这种灯槽口啊，会有灯槽口。再一个就是歌釉的这个釉子会比较的肥，现代做这种歌釉会给你感觉这个釉子的这个光，大家看这个光会有点那种酥润的那种感觉，比较乳浊。新做出来那种歌釉它也能做，但是你会感觉它那个光就比较的贼，二一个就是它那个还是没有这种乳浊的感觉，这就是釉子。关键还是要认这个胎，这种胎就很一眼开门了。东西就是这么件东西啊，大家看这种颜色，一般这种颜色的这种太白罐啊，或者是炉子啊什么，它的下限都在乾隆啊。你说晚清有没有？有，我见过，但是很少，它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一般那种白色的，啊，我那个白色的，我给大家拿一下，对付用。像这种这就晚了啊，像这种白色的这种鱼子纹的开片上限就到乾隆，这个就更晚，这个应该在嘉道，你看跟这个一比俩概念，对吧，东西怕比。好吧，这就是我等了大半年，小姐姐给我绣了大半年的一个歌釉的太白罐，年份保守就抵雍乾啊，如果激进点一般都会说雍正。 OK，我是爱收藏的天元，喜欢我的视频呢，点赞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
拜拜。